工人正在锯掉这头牛长进肉里的牛角，可能看起来有些残忍，但却是在拯救这头牛的生命。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，牛角已经挤压到了眼睛，如果再不处理，牛的眼睛恐怕会凶多吉少。有些人会担心锯掉牛角会很疼，其实不会的，牛长大以后牛角会细胞角质化，并没有神经细胞，是不会感觉到疼痛的。如果牛角出现了裂缝也是需要锯掉的，外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里面已经滋生了很多细菌。很多牛成年以后也是需要锯掉牛角的，这是为了防止牛之间相互打架，导致不必要的伤害。就像这头牛的牛角直接卡住了另一头牛，过长的牛角也没什么好处，甚至会卡住自己。